画面中的一家人在玩杂派机游戏。3，爸爸的摇号是3，他能否幸运地躲过奶油呢？转动第一次，爸爸顺利逃过。那第二次呢？很遗憾。接下来是依靠速度制胜的双人奶油杂牌机，游戏开始。究竟谁会与奶油亲密接触呢？那必须得是我呀，吃到肚子里才最亲密。这只是个意外，还是看看下面这局比赛吧。游戏开始。最后的胜利是属于奶奶。和他的假牙。